气团体 Super Junior 成员陈敏2014年和女星金思颖闪婚，当时不少团体久违打歌宣传期，还无视粉丝遭到抵制。从2017年起至今已长达四年没有参与 Super Junior 团体活动。日前根据韩媒报道，陈敏已经近日完成新曲 MV 拍摄，这也是继2019年首张个人迷你专辑，时隔两年回归歌坛。所属经纪公司 SM 娱乐旗下的 Label SJ 则在第一时间证实消息，陈敏预计在九月初发行个人专辑，新歌 MV 已经拍完了。然而消息一出，惨遭大批粉丝炮轰，没人想知道他什么时候发新歌，可以不要再挂名 SJ 吗？不舒服，怎么好意思不退团，引起网上热议啊。